放桌上，OK，收音这样，OK，好嘞，这就是我们的 APP， 然后有一个歌曲创作的工具。那第一步就是先设定歌曲的结构，譬如说就选主歌、副歌，然后有词的主题可以选择，然后譬如说选个友情好，然后有曲风可以选，然后有情绪跟乐器可以选，然后就可以进到下一步。然后下一步就是写歌词，我们有一些范本，但是就可以改，所以等一下政委可以把歌词弄进去。然后主歌副歌的歌词都写好之后，就进到下一步。哎，这边要多一个字。好，然后这时候歌词就送到云端做分析，然后推荐旋律，然后每一个旋律都可以试听看看。然后，AI 一次会推荐八个旋律，然后就可以一个一个选，然后主歌副歌都选好之后，就可以进到下一步。然后一样是 AI 会帮你编曲，然后用选择的方式也可以试听看看。这就是有加上前奏、间奏跟尾奏。像这样子，如果编曲学好之后，这首歌就创作完成。然后，这边其实可以在就是你学好旋律之后，可以修改一个一个音。然后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完全不需要会乐理，用上下左右的方式就可以调它的音长跟音高。比如说我选了这个音，然后就可以把它变短。就是往左按就是变短，然后往右按就会变长，然后它都会自动帮你算好，然后也可以上下调整它的音高，所以很简单，大家不用学会乐理，可以做自己的歌。那没有请，然后这样确认就可以做好主旋律，然后再加上刚才的编曲，所以这首歌就完成，然后完成之后就可以进行练唱录音，然后把歌声录进去之后再合成图片或影片，就变成一个自己的人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做政委的歌吧。好，那这边就是有一些歌词可能要有这您就可以来自己改，录屏幕给您政委来说一下。对，这是之前写好的歌词。看有没有需要再做一点修改。一定都会把就是星球跟有断到同一个小节里面。你知道我讲什么吗？就是他都会把星跟球断开。哦，星跟球断开。对，这就可以透过。对，因为在这个阶段是会把星球，就是我会把前两句就是。合并起来之后，再重新去分解，然后再去对应到旋律。Okay. 对，
那所以如果它中间，因为后面那个一点是很强的一个词，所以它就会把那个有拆开了，这样。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时候都觉得有一点应该是词组，对，可是这四个旋律都觉得是有跟心是求在一起的一点是。对，可能会在句尾跟下一句的句头那边，就是判断会有一点误差，嗯，所以我会提供一个旋律修改的部分。了解了解。就是可以在修改的时候吧，就是觉得误差。所以现在其实一二句是同一句，而三四句是同一句，在计算上面，在计算上面是这样。哦 ，OK， 很有意思。OK。这个是有，这个在球后面有填。不过他刚那个量又被判断到后面那句。OK。手推变成一个词组。嗯。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像是重音的概念，对，就是比较重要的词汇应该要放在重音的第一句。那了解。OK。所以，我其实这也只是不习惯而已，并不是说他乐理上有任何问题。然后我现在要做什么？看一下，修改。我刚刚是觉得三比较好。哦，墨菲定律，会当机的时候就会当，就会当机。能当机时必当机。能当机时必当机。被点完了。热点已当机，你要与开发者分享资讯吗？好，分享。分享一下，分享一下。尴尬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再试一次。NG 片段。好，我们这边，这是我自己的手机，那我也把词放在里面。哦。可以来试听看看。嗯，完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完全不一样，因为对同一个账号，同一个账号来讲，它会是不同，就是不同账号用进去是不同。是吗？对。好，如压楚歌可以两秒钟可以再取得新的旋律，所以就是取到满意感。OK， 这边试听，有啊，我按前奏感比较小声，嗯，然后自己把它调一下音量。它这个是有固定的模型在管一二三吗？对，一二三是三个不同的模型。对。哦，再重复的时候就可以从那个地方开始播放。Okay。这样就可以储存了。OK， 这样储存完了之后，它会放到哪里去？
要先储存。然后版权的版好像不是这个版，好像是另外一个天堂。被发现错误。那个版是 PTT 看版的版。我们会我们全程自测，没有在卡的。所以现在是 Apple 手机，然后 Android 也可以。嗯。但我还没有正式上线，所以请大家有些。OK， 没问题。很荣幸担任那个 debug， 就是已经做好了。担任 QA， 跟那个韩国那个李世石一样。我们先把前一阵子你还在加班。对对对对。然后就可以到练唱录。OK， 好。好。嗯。然后开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练唱。所以你就可以跟着练唱。可是他那个曲谱，不管简谱或五线谱，不会显示吗？为什么呢？不是很多风险吗？看不见，就偏向星球，有一点精彩，有一点无奈，真的蛮无奈的。一直抓心，手推动一点改变，有关怀灌溉这世界，穿越来去，看见。就把它看作很多个字了，不要看成词就好了，这个没有问题，跟 rap 是一样的道理。OK， 好。然后它的速度跟音阶都可以调整，如果你觉得 key 太高啊，都可以做一些。OK， 升 key 或降 key。OK， 所以可以降一大堆 key， 然后对，就跟 KTV 的速度可以调快调慢。对。然后再一次练唱，再听一次就可以了。从最前面。哦，所以它不会自动旋转声。OK， 好。这个挺好。他那个药跟霜就飘掉了。你看，他那个字多跳了三个。动态字幕。对，动态字幕多跳了。跳对。嗯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看到光明的时候，应该音乐还没停。对啊对啊，没有，差了三拍，这是，然后秒 ，OK， 好，然后这样就可以练唱，是不是？这样对，这样就是练唱结束，然后就可以录音了。好的。但还是没有谱。对，就是像唱 KTV 一样。所以啊。心跳放，我的心跳有一点精彩，有一点无奈。需要双手推动你，点到点，用关怀灌溉这世界，没有平，就没有结，开心快乐也心的平衡，气候安静，时光安静，让这个世。是最后五个字就没有音了，消失了。就是刚刚看起来好像是前面吃掉了大概四五个音，对，然后后面就没有音了，对。所以因为如果你没有乐，你如果你有乐谱，就不用去管动态字幕，我就照着乐谱唱就好。但因为他现在动态字幕的话，我不确定说我要 delay 动态字幕多久才是他本来的那个音。对，那还可能还是要考虑吧。
谱，因为刚刚在调的时候是至少有五线谱啊。对。那而且我猜简谱应该大家还是看得懂。应该。对啊。对啊，考虑一下吧，不然这边一大片空白。对，也是。对对对对。好、哦，那今天可能先录到这样，因为这个动态字幕这个情况，我比较难在脑里把它分成小节。对，我们可能之后再就是录完，然后把刚刚那一段那个音轨抽换一下 P 上去。我们会做一个倒唱。对对对，好，谢谢。嗯，好。观众朋友，你要改歌词吗？还是没有啊，就是歌词 OK 啊，歌词 OK。那我们想要另外一个理念一下，就是假设这个歌我们后制完了以后，我们希望可以帮你拍一支。嗯，对。这也是不知道你。那是 AI 拍吗？很 Joseph Morris 那个，然后是乐团。对，然后对对对，然后这位会是我们的导演，对，然后呢，我们会想邀请您大概3个小时的录制时间，那不知道您当然是不可能的。那我们一次40分钟，我们 office hour 一次40分钟，了解了解。对，那可以吗？对，不，因为其实如果我自己录音的话，我可以把 sample 就上传，然后抛弃版权。那你们拿那个 sample 去做什么 MV， 其实就不关我事了。我们希望可以邀请您在 MV 里面成为主角。没有，我因为我肖像权也抛弃啊，直接拿我的照片去 mix 就可以了。了解了解，那假设有40分钟的时间是？其实我们导演，但是他的意思是，就是我们有多少时间就可以用到时间。嗯，因为刚刚那首歌是很短，所以其实说要3小时，那意思就是说你还要塞整个景，变成我是演员嘛。那从我的角度来看，只是说，大家来这边拜访我40分钟，那跟大家交换意见而已。那因为我这个素材是抛弃著作权，你之后拿去加工、后置什么，反正这个白墙很容易 chroma key 掉。对，那就你们的创意了。但是我不会主张说，我是你们的演员，或者是要收版税都不会的。对，了解。好，那我们知道。那我们之后再跟对约时间了。是，谢谢，是这样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好，那就先这样。回去再精进一下哦。对，精进一下。对，主要是那个每个字跑的那个速度了，那个是很难在脑里刻。对对对。我们后面其实有加一个虚拟歌手。是。哦，就是用那个音把它合成。对啊对啊。然后这样子，但是只是导唱，当然。虚拟歌手不会唱得太好，但最起码大概知道。了解了解，好的，这个我们后面会加的，没问题。对对对，那就谢谢，谢谢，再见，今天谢谢，谢谢。